们来关心食品安全，又有餐厅被检出食物含有瘦肉精，就是王品集团旗下的元烧餐厅遭到桃园县政府卫生局抽验，发现一款美国菲力牛排含有瘦肉精奇帕特罗，卫生局立刻要求业者禁止贩售，而王品集团也在第一时间22家门市全面下架回收。我们这一块牛肉它其实是在9月2号才上架的，它是一个我们属于算是新产品，一个新尝试的新产品，而且是属于单点的方式，所以说我们在10月18号的时候收到桃园县政府给我们的一个报告书之后，我们就马上下架了，全部回收给我们的厂商。目前瘦肉精只有莱克多巴胺被允许可以残留10 ppb， 而这回被验出的奇帕特罗被人体的伤害更大，依照卫生局的规定是不能够在食品当中被检出的，目前已经交由台北市卫生局对进口商美孚国际公司进行拆除。